我觉得我要给你做饭做到老。螺旋式风口设计，锁住双天，方便。QQ 弹弹的果冻打底，倒入隔夜老冰，调料比较多，但是味道是真的好。一囤的时光美酒一起整上，就谁打的底哦。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，已经完全入味啦，淋上点水淀粉勾芡一下。有了这个配方就不用点外卖了，那剁椒肥牛你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多好吃了。是，但是却又不刺鼻。金针菇西麻酱，再来点黑胡椒调味，搅拌均匀。锅底方打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记得保存。白糖、牛奶、糯米粉，搅拌一下，准备凉。咸蛋黄、绵沙、咸香，味道就已经足够鲜美了。熟了，所以烫一下就熟了。